幸福比阮少。啊，受到迄个过程，感觉真正足凄惨落魄的。其实，啊，连天公要来替我落雨，落目屎。啊，其实啊，若讲到迄当时的我，真正是剩半条命尔啦。迄潘志宝用迄毒棍来甲我讲啊，规身躯伤痕累累，血腮腮。其实啊，我本来惊袂去啊，这公主我拖的时阵。啊！沿路摔摔摔摔摔到天桥的时阵，我已经要断开啊！啊，就讲哦，我嘛真感谢这公主对我的爱，相当大到公主的地位，伊要来计较一切，愿意安尼要来救我，是因为天桥的摔落，好加在我的师父来解救我，将我辛苦的所有生活全部医治。已经转入啊，如今下山而来，就是要陪潘志宝报官仇。有人来，箱子边看卖什么？